员就位之后，那除非必要，不然我们避免走动，以维持会场的庄严。咱请咱会长所有的法师、技术代表，咱发挥即将要开始，咱请就座。咱工作人员非必要，咱避免咱离会场咧行动。感谢你的合作，阿弥陀佛。觉法自性本是空，心佛亦如无不同。净念相继体自现，顷刻身在莲池中。镜中一代尊处，净空老和尚，圆寂大典即将于1分钟后开始，我们请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书卷、法卷代表，我们请就位。诸三长老、诸位法师，净宗一代尊宿，净空老和尚，愿接大悲大典。即将于1分钟后开始，咱请咱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咱在个技术代表，以及咱各会场的技师，请就座。阿弥陀佛。我们请我们所有法眷，请缓缓起立，请到中央走道集合。
以请持香安的法师就位。我们有劳烦，请将再一次的检查您的手机是否调为震动，以及关成静音，这也是对老和尚的尊敬，感谢您的配合，阿弥陀佛。为了维持我们法会现场的庄严，我们有请我们现场的法师，好，请将手机，还有我们居士，哈，我们一共同来配合，请将我们的手机调成震动或者是静音。觉法自性本是空，心佛亦如无不同。净念相继体自现，顷刻身在莲池中。镜中一代尊硕，
净空老和尚，云集图比大典正式开始。礼请和尚。大众请起立。对面台班合掌，随我音声，应请和尚。我们法眷分班合掌。今日我们荣幸礼请到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净耀长老及大台南佛教会理事长明光长老，今南普陀寺住持中心长老及大高雄市供佛斋生功德会理事长新茂长老及高雄市佛教会理事长元界长老入坛主法，举香收香。迎请代表，迎请主法和尚。至诚向主法和尚顶礼三拜。阿弥陀佛，起。问讯。直香案，我们中央法眷请对面排班长跪合掌。摩卷礼请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净耀长老及大台南佛教会理事长明光长老及南普陀寺住持中心长老及大高雄市供佛斋生功德会理事长新茂长老及高雄市佛教会理事长元界长老入坛主法。
君起身，请面向上，大众也面向上，请合掌。Thank you.
Oh,
无老
是今无可寂灭道，无智以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达揭陀，耶多帝耶达。阿弥利多波毗，阿弥利多悉檀波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达揭陀，耶多帝耶达。阿弥利多波毗，阿弥利多悉檀波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揭陀，耶多帝耶他。阿弥利多波毗，阿弥利多悉檀波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萨瓦耽他耶多波罗僧帝，阿耨多罗那哆波罗蜜多。南无萨瓦耽他耶多波罗僧帝，阿耨多罗那哆波罗蜜多。南无萨瓦耽他耶多波罗僧帝，阿耨多罗那哆波罗蜜多。南无苏卢婆耶耽他耶多耶耽迟他耨多罗僧帝，阿耨多罗那哆波罗蜜多。南无娑罗婆夷，耽他耶多夷，耽迟他耨多罗僧帝，娑罗婆来，娑罗婆来，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夷，耽他耶多夷，耽迟他耨多罗僧帝，娑罗婆来，娑罗婆来，娑罗萨婆诃。耨耶耶那耨三波哇伐致来吽，耨耶耶那耨三波哇伐致来吽，耨耶耶那耨三波哇伐致来吽。我们请五师和尚入座。请诸山长老请坐。阐扬净宗堪称弥陀乘愿来，慈悲喜舍普度群迷离尘埃，恭读报恩追师文。我们在家居士请合掌，法眷众等请合掌，至诚于恩师法向前行报恩礼，至诚顶礼三拜。参加居士请问讯，请
再拜。起。三拜。起。问讯。长跪。合掌。我们居士代表请合掌。恭读报恩追思文，由法眷弟子代表悟行法师恭读追思文。法眷报恩追思文，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世间，令众开示悟入佛之见，使得清净，众生得多善调化教化矣，趋向解脱，遂至慈悲喜舍圣寿命，入半涅槃。恭维中华古历壬寅年贵月初八日，公元2022年9月3日，法眷弟子、四法弟子及护法居士众等，前修香花果明六味摇膳，至诚顶礼献供于恩师上净下空老和尚莲台坐下，痛曰：净极光通达，极照含虚空，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恩师上人树根深厚，始至倡导和平，青年福海来台，师从方东美教授，得闻佛教是哲学最高峰，终身信受奉行，追随张家大师学习看破放下，力行财法布施，亲近李炳南居士十年，随师教诲，奠定师承基础，投礼百老座下批度，毕生讲经弘法圆满62载，网路卫士教学法音普及全球，广弘各宗经论，导归无量寿经，心怀佛教三系十宗，赞助兴建僧伽医院，奉行生生护赞，唯愿佛法常兴，弘扬净土法门，创立净宗学会及各地弥陀村，落实净业三福，暂修六合净法，常识一门深入，老实真干念佛，
振兴中华文化，力倡修身为本，广行仁慈博爱，创建道义家庭，敦厚社会风气，实现礼义家邦，倡导宗教团结，做出和谐典范，提倡普世教育，端正世道人心，广泛印证法宝《大藏经》《四库全书》《四库会要》《国学制要》《群书制要》，流通全世界，成立弘法人才培训班，赞助国际佛教大学，提倡育幼养老等社会慈善，贡献巨大。恩师上人，和蔼可亲，慈悲接引大众，对弟子平等关爱，令我等如沐春风，一次次语重心长的叮嘱，让吾等拓开心量，坚定大愿，一声声勤劝复讲的期许，令弟子勇于荷担如来家业，一幕幕悲悯关切的眼神，牵动弟子众等为法珍重，长养善根之愿，一番番老实念佛的警醒，更让我们看破放下，积聚净土资粮。恩师上人，发无我心，舍己从人，不争人我是非。师父，您老人家发大悲心，全年精进不懈讲经，年逾九旬，奔波世界各地，只为促进世界和平，饶益众生。弟子众等，谨记恩师两句心得与二十字纲领，静心信受，时时奉行，心不颠倒，勇猛精进，以报法汝深恩。处逆境，随恶缘，无嗔恚，业障尽消；处顺境，随善缘，无贪痴，福慧全现；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恭祈恩师上人于极乐世界悯念众生，不舍顽愚，早日成愿再来，心大悲，民有情，眼慈变，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整济负荷，皆度彼岸。今日原籍土匹大典，吾等弟子至诚向恩师上人行礼告别，法眷弟子、四法弟子及护法居士众等，诚挚恳切祝祷恩师上人，
普愿轮回诸趣众生类，速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时为公元2022年9月3日，法眷弟子、四法弟子及护法居士众等，至诚顶礼叩拜一拜，起立。问讯，回向，我们礼请五师和尚复位。愿众等礼谢五师和尚慈悲度坛诸法，至诚顶礼三拜。阿弥陀佛。
法眷请分班常规合掌，大众请对面排班合掌，恭送诸法和尚回了，阿弥陀佛。净土唯心实实现，不异不异平心间，弥陀圣号念念系，不来不去永经年，净中一代尊述净空老和尚，言及土比大典，法眷祭礼正式开始，由我们法眷弟子代表悟行法师担任主祭，悟本法师、悟道法师担任陪祭，法眷众等常跪，居士代表请合掌。供香，信香一炷，以表恩师恩泽，以持信香遍满十方。烧香，献灯，明灯一盏，以谢师恩，于娑婆世界中广度群伦。烧灯，献花，金花一半，以遍十方，礼谢恩泽，法汝芬芳。收花，至诚以恩师上人法向前行报恩礼，旧礼一拜，请起。再拜，起。三拜，以此身心奉承刹，以谢师恩，起。问讯，法眷请就打理位置，去东西单两侧排班。我们诸上长老请坐，我们居士请坐，我们法眷就以两侧打理位置。
们也请淑清代表、海内外学会代表，还有我们华藏卫视代表，请准备。咱请咱的淑清代表，以及国内国外所有地主技术代表，以及华藏卫视电视台代表，请准备。觉法自心本是空，心佛一如无不同。今念相继体自现，顷刻身在莲池中。镜中一代尊硕，净空老和尚，言及徒笔，淑清弟子祭拜礼。有请我们淑清代表徐尚全居士以及徐天南居士以及蔡崇业居士请就位，由我们徐尚全居士担任主祭，由我们徐天南及蔡崇业居士担任陪祭，主祭者、陪祭者请就位。共襄信向一柱，以表淑清之情，感谢师父上人教育之恩。收香。献花。金花一半，以表今年感恩师父上人教育之恩。收花。这诚以恩师上人法向前，行报恩礼，就礼一拜。起再拜，起三拜，起请起身问讯。法眷合掌打礼，我们请出班，向后转出班。接下来我们礼请国内净宗弟子，由弟子代表许文新居士、黄柏林居士、刘富台居士作为弟子代表，由许文新居士担任主祭，由黄柏林居士、刘富台居士担任陪祭。主祭者、陪祭者请就位。共襄。一持法香，以供十方，谢师
恩泽，一意度渠弥至芬芳，收香。供花，一枝新花，普遍十方，代为恩师，普同供养，收花。至诚以恩师法相前行报恩礼，至诚顶礼三拜，拜起。再拜，请起身。三拜，起，问讯，法卷打理，左右法卷打理，出班。接下来请海外敬宗弟子行报恩礼，由康国泰居士、傅来成居士、涂文杰居士代表海外敬宗弟子行报恩礼，由康国泰居士担任主祭，由傅来成、涂文杰居士担任陪祭。主祭者、陪祭者请就位。供香，一持法香普遍十方，学习恩师流传余方，收香。供花，一枝香花普同供养，犹如恩师润泽群香，收花。至诚以恩师法相前行报恩礼，至诚顶礼三拜，请起身。再拜，请起。三拜，以此感恩恩师教诲，起问讯，法卷打理。接下来，你请华藏卫士代表弟子行报恩礼，由陈彩琼居士及姚友生居士及钟世正居士代表华藏卫士所有弟子行报恩礼，由陈彩琼居士担任主祭，由姚友生居士及钟世正居士担任陪祭。主祭者、陪祭者请就位。
请常跪。供香，以持法香普遍十方，学习上人广宣般若之香，收香。献花，以起鲜花以表法香，普同供养法与普降，收花。至诚于恩师上人法相前行报恩礼，至诚顶礼三拜，请起身。再拜，三拜，请起，问讯。法卷答礼，请出班。阐扬净宗堪称弥陀乘愿来，慈悲喜舍普度群民离尘埃。我们先请法眷于中央走道集合。觉法自性本是空，心佛一如无不同，净念相继体自现，顷刻身在莲池中。净宗一代尊述，净空老和尚，原籍徒鼻弟子法眷报恩礼，以此圆满。法眷问讯。出班，我们请法眷于十分钟后回到会场，以此事宜代为宣布。我们将于9月29日于林口体育馆将另位老和尚举行传供赞颂大典，我们待会由我们台南市市长黄伟哲市长将颁发给老和尚一代的殊荣。我们先休息15分钟，我们也请我们所有的法师于10分钟后于我们圆会场，我们就位。我们也请音控，我们现在来播放我们老和尚教我们的法音念佛之声。
我们居士如果有要去行于方便的，也趁于此时，我们将于十分钟后由我们黄伟哲市长颁发殊荣。我们也请如果我们没有的居士代表啊，我们也于此安住，随着老和尚教我们的念佛之声予以回向。我们请我们的导播。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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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